大哥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因为我明天要出货了，那你可以帮我先转账这样子吗？凌晨他就传来他的下体的照片。哎呦，哦，来，然后顺便旁边有附一张他汇款的证明放在这里。那这样还合理吗？这样就在这里。因为很多人都怀疑说水饺不是我包，他说我长这样绝对不会包水饺。边剥边包，包水饺没有在看长相的，是看。嗯，看馅料。哎，翔哥你在看哪里？已经包好了，太快了吧？好快哦！正妹积极手，积极手，积是积极吗？还是积极？还是手工艺人的人啊？手工艺人挡不住。哎呦，手工的网蒸箱排队，再久都要等。这个是我跟你讲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按摩的？然后刚好他的罩杯是积极手，积积。哦，大家排队要等他按摩。看一下他的照片好了。哦，哎呦，包水饺，包水饺啊，哦，水饺强蹦，来欢迎李玲，有请，欢迎强蹦。哎呦，我有一个最近的事哈，四月。嗨，李玲你好，李玲什么星座的？狮子座。那你应该就是鸡罩杯哦。没有错。所以鸡鸡手就是鸡罩杯的意思。是，嗯，好会下标哦，有道理。对，所以你是包水饺，是，就是妈妈他们传下来的，还是你？嗯，因为单纯就是我小时候都是吃我妈妈包的水饺的关系，那我很喜欢我妈妈的水饺的口味，很养生，比较健康一点，所以我就想说要来做这个生意，这样子。包水饺不简单呢，嗯，蛮累的，备料啊什么的。对啊，你从小时候就有一起在包吗？我都在看而已，我是因为我去澳洲那年很想吃水饺，我才自己动手包。啊，受不了家乡的味道，妈妈味。嗯，所以说我们要学会做菜，就要先去留学，要把你逼到一个境界的，你才会做。想吃到想疯。我们来看他的工作照。哎呦，啊有，你都穿这样包水饺。哦，之前我开直播的时候也会包，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怀疑说水饺不是我包，他说我长这样绝对不会包水饺。边剥边包，包水饺没有在看长相的，是看，看馅料，对，看馅料。手，来下一张。我的天哪，都这么谨慎，你每一次包水饺都会把这边弄脏哦。没有办法，因为都会不小心弄到。OK， 你包的是什么样口味？我包有13种口味，哇，13种，对，有点傻的觉得。为什么？就比如说 ，OK， 我们一般吃就是韭菜嘛，高丽菜，高丽菜，韭菜，虾仁，虾仁嘛，那还有呢？还有蒜头，还有剥皮、芋头，然后蒜头、香菜、九层塔，哇，这么多。然后还有牛肉，剥皮牛肉，葱爆牛肉、红烧牛肉，我数到几个我忘记了。是不是？你看没有？同样卖水饺，有些人就弄那两种在那边混，对，也是，哎，我是4种，不是2种。对，我专门鹏哥，对，因为鹏哥还没收到，鹏哥还不知道，哎，他还没收到，还没收到，我现在开始卖水饺，刚好就不出片了，改卖水饺，为什么？薛兰嘛，薛兰，对呀，我们看你都是自己包。这个量就会有限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万一供不应求怎么办？嗯，只能让他们再等喽。那现在，比如说现在下单到拿到水饺，大概等多久？我以目前的单，可能大概一个月左右吧。哇，等一个月哇！我手工我自己包，我没有请任何人包，所以没有请任何人，你一个人全部都是你一个人包。我妈妈会帮我切菜啊，我自己会就是搅拌，就是调味。可是你刚刚说的什么葱爆牛肉、红烧牛肉，那些要先炒过，你是自己炒？对啊。哇塞，这么厉害！我们有没有像你的中央厨房？对啊。你包个水饺，卖个水饺，人家会传不雅照给你啊？哎，有没有传给你？没有，我是自己包的，好可惜。有传，我会传给大家。不爽照还是传不爽？他为什么要传不雅？他怎么样？因为我的粉丝他们都知道，就是他们平常私讯我都不会理他们。可是他们又发现，他们问水饺的时候，我一定会马上回复。嗯，对啊，所以他就开始跟我订大概2000多块的水饺，后来他又追加4000多块，我就觉得怪怪的，这个人真的怪怪的。结果真的，我问他说：“哎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因为我明天要出货了，那你可以帮我先转账这样子吗？”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讲说：“啊，我明天要汇，我今天比较忙，我明天要汇。”啊，结果凌晨他就传来他的下体的照片。哎呦，哦，然后顺便旁边有附一张他汇款的证明放在这里。那这样还合理吗？这样就在这里。
单据在这里。没有，他把它盖在上面，然后电风扇一吹。他是赌你一定会看到的意思。对，然后后来我隔天早上，我就耐着性子在问他说：“哎，请问一下，那你转账了吗？”然后他就传第二张，然后我就生气，我就骂他，我说：“你现在是有时间拍鸟照，没有时间去转账。”你看这样子，应该是要抓也抓得到了，抓得到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报警？看你要报啊，你有报？报警，报警。对，然后警察就说：“哎，你怎么人家卖水饺，你现蚯蚓干什么？”这个，如果你应该就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要拍蚯蚓给我看？”他就。对啊，可是那时候当下真的超生气，超气的。对啊，已经弄得那么累了。有封锁，我报完警之后就把它封锁。那今天我跟你讲，就是两大水饺师哦，要来现场 PK 包水饺，请到前面来。来，水饺师。哎啊，没，不敢。水饺师在这里。两位一起包一个水饺给我们看一下。哎呦，看看一起，看看两位有什么不一样。好啊，来，请了。哎好。好，来。好，来，请。你先嘛，你先，对啊，哎，想偷学吧？怎么会很快呢？太明显了吧？哎，还要沾水哈？哎，小哥你在看哪里？已经爆了，太快了吧？好快哦！对啊，而且很远哎，漂亮，两秒吧？哦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哈，这边。同样是我们的水饺师傅啊！哇，小龙包烧麦嘞！哎呦，我 Q 劲哎，什么小什么 Q 有皱褶，哎 Q 劲有皱褶，哎，好不好？我够矮啦！没有差很多啦，炒手包起来感觉差不多啊，就是长这样啊，差蛮多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你就外行。对，生的水饺跟熟的水饺大小颗一定不一样。那当然不一样，我说形状啊。啊，形状也不一样啊！好了，不一样。梁哥，你争什么啊？不给硬哦。来，我们来尝尝看它。对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口味。这有那个剥皮辣椒牛肉跟肘子。哦，直接吃了。哦，这可以直接吃了。应该可以直接吃。哎呦，牛肉好香哦。嗯，因为它是加很多的九层塔。超好吃的。九层塔吃得到口感。嗯，因为它里面还有加高丽菜，我们有脱水过。我没吃过这种加九层塔，好好吃，你不要讲。而且我们所有的菜都是手切的，而且它几乎不用加什么酱油，本身调味就够了。然后而且外皮很 Q 哎，虾仁的跟蒜头的，虾仁蒜头。哎呦，我吃到这是剥皮辣椒，这是那个纯辣。它里面这么多口味啊，两种。我知道剥皮辣椒的，哇，好香哦。我蒜头虾仁的很好吃。牛肉我们都没有再加猪油什么，我是直接加牛油。那你这个水饺要去哪里订才订得到？只有网路上，你自己的网路还搜寻什么？搜寻什么？居妹手工水饺，居妹手工水饺，在网路上搜寻得到。